陸游居背山面海是一个能够聚财的地方，面对青衣亦都近五号公路，揸车方便，四通八达。两个地铁站之间虽然步行都要15至20分钟，但是尚可以接受。X 型的楼宇设计在风水角度不是很适合。陸游居有球场，有泳池，但是我们很注重水的形态，长方形不是一个好的形态。整体来讲，陸游居在风水角度未能达标。